接下来这场演讲，讲师是来自 Artless Games 的开发者们，题目为《解谜游戏的潜规则》。大家好，我是吴一 ，Artless Games。正如名字所示，我是一个长期以来不在美术上进行投入游戏制作人。你们不难从这个幻灯片上看出我的美术风格，那就是一切从简。或许你们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是正常的。我的作品在台湾这边累计销量不超过100分。若在场的各位能听说过我，那才是一件怪事。老实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大家很可能不了解我，所以现在再介绍一下我的作品吧。这是我第一部作品。正如名字所示，这只是另一个平台解谜游戏。画面中人物在二段跳，通过一个独特的这个动量传递的方式，他再次起跳，然后将动量传过去，然后再跳一段。接着是只是另一个推箱的谜题。同样的，顾名思义，这是一个推箱的游戏。同时，它是在三维空间中，游戏中包括了重力，还包括了视角转换，还包括了其他一些一直说不清楚的东西。然后是这个标题长到都不想练的游戏，它是我们尝试在见证者的框架当中引入各种原创机制。当然，我们没有条件把这个游戏做像见证者原版那么漂亮，只能在玩法上去做一些独特的设计。最后是顿悟，这是一个从画面上你看不出来这是关于什么的游戏。这个游戏的特色是，游戏中的每一关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则。比如说，第一关是从圆圈画条线到方框，第二关就变成了，这是整个是第一关，他们都是从圆圈到方框。第二关就变成了从方框画条线到圆圈，第三关就是增加一条规则，你不能经过三角。第四关又反过来变成了你必须经过所有的三角。在游戏中，玩家需要通过实验来测试出规则，并根据自己掌握的规则来解决谜题。以上就是我们关于解谜游戏第一条经验。标题长度和销量是负相关的，这是个冷笑话，我希望有人能笑一下。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说一件事情，那就是点击解谜不是解谜，冒险解谜也不是解谜。我要强调这事情，是因为长期以来，每当我谈及解谜游戏的时候，总有人把话题插到点击类和冒险类上面去。所以这次我打算从一开始说清楚，点击解谜不是解谜，冒险解谜也不是解谜，这二者都是翻译错误。我们自己看原文，英文里面是不包括解谜这个词的。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公平性，玩家应当获得充分的、足以推理出答案的信息，而不是跟隐藏元素或者潜在的奇怪的互动方式去斗智斗勇。这两类游戏的受众也是几乎没有重合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一开始就对他们做出区分。下面算是第一个正式的话题吧。为什么独立开发者要选择解谜游戏？第一个理由是它便宜。相比于别的游戏类型，解谜社群对玩法以外的东西要求得很低，这意味着你可以尽自己可能的去降低制作成本，画面、配乐、剧情，想省掉什么就省掉什么。比如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史蒂芬的香肠卷，这个画面已经算是非常省了。当然，你还可以更省，更省就是像我那样子。我们并不提倡省到像我那样，但是如果你真的像我那么去节约成本的话，在这个业界也可以被容忍的。这对于刚起步小开发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第二个理由是它多样化，还是这原因，解谜游戏的玩家社群对玩法以外的东西要求得很低，玩家不会要求游戏中的机制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合理的游戏背景会让游戏变得更好，但是没有游戏背景也没有关系，这让游戏的设计变得非常随意。比如说在平台类游戏里面，你起跳一定得通过一个抛物线给完成一次跳跃，解谜游戏里面的跳跃可能非常的不物理。我见过一些奇怪的形式，比如说它的那个跳跃距离非常的受限，或者只能向着指定方向跳，但这种受限没有关系的，只要它对谜题有利，玩家就能接受它。而这样设计的多样化就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出独立游戏优势，那就是创新和灵活。
第三个理由是解密游戏的低可重玩性。相比别的游戏类型，动辄上百上千小时的游戏时间，解密游戏的时长一般来说在2到20个小时之内。一个谜题一旦被破开，就失去了可重玩的价值，因此解密游戏玩家在更换游戏的速度上要明显的高于其他游戏类型。从商业角度来说，这是个好消息。第四个理由是我的个人理由，就是我确实想做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话题，下面说怎么把游戏给做好。我认为做一个好的解密游戏的第一步是选择一个好的游戏内核。游戏内核这个词是我现编的，我并不知道它是否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或者别的什么，毕竟我不是科班出身，名词上的东西都是我编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游戏内核指的是能够让一个游戏看起来像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比如说传送门，传送门这个游戏的内核就是传送门。我们可以看到游戏中有很多不同的机制，加速凝胶、牵引光束、物质分解网、炮塔、箱子、光桥等等，这些东西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最终的目的都是给传送箱搭一个更大的舞台，每一个机制都可以让传送箱得到更好的发挥。所谓的游戏内核指的就是游戏中所有东西都要服务于这一部分。确立一个好的游戏内核的好处有很多，首先如果你选择了一个自创的核心，那么你这个游戏的体验就是独特的，没有他人经历过的，这种独特性可以带来一个加分项。在存在一个核心的玩法的时候，游戏的设计会变得容易，你只需要思考这个核心玩法可能变化有哪些，然后将这些变化以一个恰当顺序呈现出来就行。而没有主题的什么都有一点的游戏，反而要花上更多时间去编排。最后，如果一个游戏的玩法做到前后统一，那么玩家游戏体验也会得到提高。随着游戏的进程推进，玩家会逐渐深入的理解一个机制，这样玩家会获得一种回报感。而如果你对着每个机制都是浅尝辄止的话，这个游戏就显得很松散，然后玩家也没有持续玩下去的动力。说完游戏内核的优点之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怎么构建一个游戏内核。最直接方法就是去多想，去寻找有潜力的玩法。怎么寻找呢？就是先构思各种各样的新的玩法，然后就头脑风暴一下，确认一下这个新的玩法有多少种可能的变化。如果你能想到大量的变化，那说明这个游戏机制大有可为。然后在游戏制作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自己新的认识给加进去，再加入一些额外的机制来为这个主要机制服务，然后就可以搭建出一个完整的游戏。比如说这是我自己一次做游戏的经历，就是我一开始给主角设置了一个制造一个分身的能力，然后我就去思考这个分身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分身它具有重量，所以可以踩住开关，分身可以继承主角的动量，所以主角可以在起跳之后召唤一个分身，把分身给扔出去，从而避开前方的障碍。分身被视为一个实体，所以它可以跟场景中的箱子结合，来将主角垫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最后就是这个刚才那个动图里面看到过的那个，你可以在起跳之后再次起跳，然后利用动量的传递实现二次起跳的效果。这个玩法就很有潜力，因为它的变化很多。另一种将不同玩法给整合起来的方法，就是设置一个独特的全局规则。比如说我这个顿悟这个游戏，它整合了各种各样划线游戏当中的变化，因为这个游戏主题就是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即使我把尼可尼公司的所有作品加上竞争者当中的各种东西，再加上一些原创的划线规则，再加上一些涉及了跳跃性思维的特殊的规则，他们都被我混在这一个游戏里面，但它并不显得突兀，因为有一个全局的规则在，这个全局的规则就是每关的规则都在变。所以即便玩家在大部分时候都觉得这个游戏的机制应该越统一越好，完全没有统一性的游戏机制仍然能够得到玩家的支持。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全局规则例子就是八八 SU。 这个游戏全局规则是你可以不停的改变规则，实际上顿悟这个游戏就是向八八 SU 学习的这一点，就是规则可以不断变化。设置一个全局规则就可以让规则变化显得自然，而不是让游戏显得松散。而最后一种办法就是将多个玩法给整合成一个，这里我们选的例子是怪物远征。在这游戏里，主角可以跟场景中的树干发生互动，互动方式包括了推、滚，将树干组装成木筏，站到砍完树之后的树桩上，
从树桩上走到树干上，从树干上走到石头上，等等。实际上，这每一条规则都是相互独立的，但这些规则被恰当的游戏背景和美术包装在了一起，于是这个游戏的各个部分显得并不孤立。假如你要制造一个解谜游戏的话，选择一个合适的内核是必不可少的，这几种方法都值得你去尝试。接下来是关卡设计。在有了一个大方向之后，我们接下来就通过关卡设计来实现具体的内容。通常介绍解谜游戏的讲座会花上大量篇幅的关卡设计上。由于时间关系，由于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见解，这里我就简略的说一下。大部分解谜游戏中的关卡都是基于矛盾来设计的。比如说画面中这一关，这是塔罗斯法则的一个早期关卡。在这一关里面，玩家有两个干扰器，干扰器可以关闭掉场景中的一个障碍。但是场景中的障碍有三个，这里有两个屏障，后面还有一个机枪，你需要用两个干扰器通过三个障碍，这就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矛盾。而破解它的手段其实 也不复杂，就是首先你要在外侧打开第一扇门，然后再站在内侧，从内侧再反向打开第一扇门，然后再将外侧的干扰器拿到内侧，这样你就在内侧同时持有两个干扰器了，然后再用这两个干扰器破开后两个障碍。这个破解手法在第一次见到会显得很巧妙，再到了游戏的后面，用两个道具过一个障碍的手法就变成游戏中一个常规操作，不再构成一个难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设计模式。这一关的矛盾是你有两个干扰器和三个障碍，干扰器比障碍少了一个。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关卡的时候，玩家就很容易想到，我不可能通过这一关，除非我能省下一个干扰器下来。然后玩家就会去想怎么省，在想的过程当中，玩家就很容易去产生突破，然后就掌握了这么一个巧妙的设计。矛盾可以吸引玩家去对着关卡中的这个关键步骤去进行思考，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会把游戏中的关键步骤给包装成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我们希望降低难度的话，可以将设计关键步骤的物体放得近一些，减少关键步骤之前的前置步骤，减少关卡当中的干扰项，甚至使用一些排外招，比如说给关卡起一个带有暗示性的名字。反过来，想要提升难度，你可以将关键物体放在一个误导玩家会尝试一个错误方法的位置，或者增加对关键步骤精度要求，或者让游戏可能在多个地方卡住。再狠点，就是在一个关卡当中设置多个关键步骤，甚至你可以让他们互相纠缠。游戏的后期关卡一般都会这种设计，让步骤多一些，而且让它变得不那么显然。这说的是这个从如何将关键步骤构造成关卡，而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枚举的形式将一个核心玩法给列举出若干个相关的关键步骤，然后将这些步骤以按照难度和复杂度顺序进行排列，这样就构成了关卡的框架，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游戏的整体的结构，然后再以此为基础的进行微调。前面介绍大致制作游戏的一个简单的流程，下面再说点别的。试错成本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情。我们前面提到过，解谜游戏不能在获取信息上给玩家设置太多的障碍。但是呢，如果你将信息直白告诉玩家，这样就显得太刻意了，就失去了解谜的乐趣。而将信息藏起来隐蔽的话，玩家又时常会难以体会。因此，试错就成了一项必需品。在这些我们称之为网格移动的这种回合制的，一般来说是在一个网格图上去经常会推一些物体的游戏里面，我们的标准的设计是按 Z 键撤销，按 R 键重置。这个标准源自于一个应该是 Constructs 的游戏，后来同作者的 PartScript 继承了这个设定。PartScript 是一款非常简单易学的，专门用来做这种网格移动类解谜游戏的脚本语言，这个欢迎大家尝试一下。如果你做一个此类游戏，而你没有按 Z 撤销、按 R 重置的设定的话，就会显得你很不专业。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了做这个安排。然后，即便是那些非回合制解谜游戏，在有可能情况下，也应该让试错变得容易一些。最基本方法就是多提供一些存档点，如果游戏机制允许，也可以提供一些辅助性的措施。比如说，这是 Induction， 这个游戏是一个时间旅行题材，所以你可以在这游戏当中让玩家倒带，从而这东西相当于是
回合制游戏里面的撤销一步。当然了，更早的 Braid 也用了这个设计。而在比如说这种平台跳跃游戏中，其实你也可以做这些，就是即使这个游戏它不是时间题材的，就会使得你这个倒带显得很突兀，你也可以做一个这个让游戏时间减速的设计。这个功能是 Unity 平台 Unity 引擎内置的，你看这里游戏 0.3 倍速，所以玩家可以做一些非常精细的操作。如果你在制作一个解谜游戏，同时你不希望在操作上卡住玩家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设计。还有一件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不同的核心玩法会有各自的局限性。比如说第一人称的 主视角解谜游戏，它的局限性在于卡视角。画面中这张截图应该是传送门2的中盘吧，然后玩家要在这么一个光线昏暗的地方去寻找可以释放传送门的白墙。这一段的体验确实有点尴尬，因为大部分时间你在找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一块白墙，或者这个被光照亮的看得很白的地方它是不是一块可以释放传送门的白墙，然后就将大部分时间花在逛街和这个找白色上面。这也很难避免的，就在主视角解谜当中，一旦关卡的面积偏大，玩家就很难同时观察到整个场景，于是就陷入了找不到合适的物体的尴尬处境。在解密游戏当中，想不到一个巧妙的操作，然后在一系列尝试当中，一系列尝试后逐渐把这操作想出来的感觉是愉快的。而找不到一个隐藏物体，在关卡中逛街转了好几圈之后才找到，感觉非常让人烦躁的。那处理这种也不困难，首先就是别把关卡做太大，如果关卡大到你一眼看不到头的话，这个玩家很难去做出一个好的规划的。还有就是这个光线不要太昏暗，像传送门这中间有一段这个光线昏暗，这就算了。比如说去年游戏叫做光物质，这个游戏它的特色就是昏暗，这个完全就是非常别扭。然后即使这游戏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平台跳跃游戏，他们主要的局限性在于操作难度上。游戏当中玩家会遇到一个困难，就不知道是自己的操作错了，还是自己的操作没有打好，或者说是自己的规划路线出现了问题，还是自己没有执行好自己规划路线。这是一个让人很纠结的事情。有时候玩家可能会想了一个错误路线，然后对着这个路线试了很久，然后一无所获。也有可能玩家已经想到正确路线了，却因为几次没有试出来而误以为这个路线是错误的，然后就陷入了无意义的长考当中。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方式可能就是不要去解决它，把游戏做得稍微宽松一点。适度的非预期解其实不是什么坏事，找到非预期解对于玩家来说其实是一件挺有成就感的事情，不要去破坏这种成就感。当然了，如果问题比较严重的话，就是问题严重到这个游戏当中到处都是非预期解，然后导致你想的那精妙操作一个都出现不了，这种时候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去削减这个项目的动作元素，或者去削减这个项目的解谜元素。毕竟动作和解谜这两个东西它很难并重。然后就是这种带有非常规移动的游戏，它的毛病是反直觉，如果它动了你就会感受到它有多反直觉了。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就是，想象一个规则的物体被推动几格之后结果是容易的，而想象一个移动方式很怪异的物体就变得比较困难。这会导致玩家他已经很接近正确答案的时候，人家以为自己彻底做错了，可能他只差一步让他以为自己全局做错了。我倾向于的方式是，游戏中的物体的形状可以做得很复杂，但游戏中移动方式不能复杂，因为移动这东西是如果它变得复杂就不符合直觉了，而复杂的物体将它们给移动或者是组装成某个形状，这种事情还是符合人的直觉的。最后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个比较罕见的这个游戏题材猜规则。猜规则这个题材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它难度是不可控的，同一个关卡对一个玩家来说可能非常容易，而对另一个人就非常难，而下一关可能又会刚好相反。第一遍就猜到规则的人可以顺利的过关，而第一遍就陷入误区的人就很难走出误区。至于玩家第一遍是否选择正确方向，这事情全凭运气。我自己用处理方式就是让游戏中的关卡解锁非常的轻松，所以玩家即使走不通一条路也可以走另一条路，这个等到另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再回过来走前一条路，说不定又走通了。其实这种让关卡解锁变得容易这事情它在任何解谜游戏都应该适用的，
在制作解密游戏的时候，你应该将关卡解锁设置的宽松一点，因为玩家总会在某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卡住。除此之外，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前人未曾做过的题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遇到前人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克服局限性，这固然好，但向局限性妥协也不失为是一个办法。不管是削减项目规模，让跟这个局限性有关的那个部分全部被砍掉，还是让游戏直接提早结束，在这个问题彻底暴露之前就直接进入终章，这样都是可以的。做游戏这种事情不需要强求完美，趁兴而来，尽兴而去，这就够了。最后就一句话，以上每条都不需要被遵守。从事独立游戏这行最大乐趣来自于不遵守规则。如果做独立游戏你还要循规蹈矩去做，那你干嘛做独立游戏呢？保持特立独行才是小开发者应有的生存之道。为自己找一个独一无二的发展方向并坚持下去，假以时日，便会有对你的制作风格感兴趣的玩家认可你的作品，聚集在你的周围，使你的投入具有价值。这算是全部内容了，讲完了，我们应该还有几分钟提问吧，就提问吧。希望这时候我正在回答。